收看乐朵的频道。大家好呀，我是乐朵。今天来教学如何做出披肩。影片开始之前可以点赞和订阅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。首先进屋换衣服。来到衣柜，点击动作，服装选择派对礼服。点击左上角的菜单，点击角色编辑，道具编辑，点击道具，点击头，选择皇冠头饰衣，往下滑，点击 XYZRO， 接下来点击 X 加，然后点击 Y 加，接着点击旋转的 X 键，在位置调整往下移，然后移出来，往旁边移，然后再往下移，接着再点击 X 键，调整好位置，看看哪里还没调整好，最后点击颜色，选择跟服装同色系，来看看效果吧。记得按赞和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别忘了订阅乐朵哦，谢谢观看。It's good,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, I can show you my love here.